爸爸游乐园，秦豪史郎文图，林静翻译。嗯，希望这个视频大家翘选书籍有帮助。Jasmine's listening time， 游乐园。嗯哼，可能很多家长小时候可能爸妈也都没陪着，然后所以自己长大了有了孩子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一起待着。嗯，希望这些书籍能有帮助吧。一起玩吧，一起玩吧。亲爱的顾客，欢迎光临爸爸游乐园，来，请进吧。要坐游览，要坐浏览飞机吗？要坐，要坐，抓紧了，马上出发。嗯，飞机起飞了，飞机飞得越来越高，哇，终于飞到云层上面了，哇，啊，好晃啊，嗯，没事，飞机降落了。爸爸，再来一次，这个还是挺危险的。嗯，反正大家都注意一下吧。如果那个屋子里边平坦柔软还行，周围都是尖的什么东西，没有防撞条啊或者怎么着呢，还是稍微谨慎一些啊。另外，嗯，那，特别提示吧。好嘞，接下来请爬到扑棱扑棱塔上来，抓紧喽，要开始摇晃喽，还要摇晃吗？是啊，开始了。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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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是旋转木马，骑上马就动起来喽！预备，开始！咔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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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稍微加快点速度，咔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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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得更快了，摇晃起来了，要小心哦！咔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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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吁，不吐，哼，到家了，爸爸再来一次。这个在日本的话，他们是榻榻米，然后。有那个软垫啊什么的，嗯，在国内的话就是，可能格局啊，不是格局，是那室内的那个，相对的环境的那个不太一样啊，反正大家多注意安全吧，嗯 ，OK， 反正空间得够大啊，对对对 ，OK， 希望各位从小开始阅读、健身、学习、思考，我的学生也刚开始 ，peace。